大家好，我是蔚朗，我是蔚朗啊。那今天一样是第四天的早上，好，早上我们去完那个大分温泉哦，看到这个厉害的十级温泉。那接着呢，我们就要直接啊过这个大分吊桥上，那边是往回去的路。那我们没有过河，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景点哦。那就以轻装的方式上下，把这个上次没有来的把它拍下来。啊，这个要1700多。就公公看吧，希望可以1小时半到抵达。好，我们现在又是沿着河沟一直往上啊，不可能今天是溯溪行程吧？沿溪谷往上 ，OK。好，看到黄色这个布哦，就开始要爬山了。那我们刚才都是走这个河床哦，那现在就要正式进入这个爬山的这个区块。上去。那后面就第二个干河沟，刚才第一个是直接腰绕，没有上去。那这个第二个干河沟呢，这边就要往上走，切过去吧。这个手机拍下来。好，那我们快要上去点的时候，那个河沟那边就有三只哦，应该是一个大，应该是一公一母的，一个小孩的，就三只，一只往下走，刚才拍到，一只往上走，那一只绕过去，到我们等一下上去的地方。哦，生态不错哦。哦，看到那个山柱，再往前走，转一下，这边到一个平原去，一整一整的，应该是以前的家屋群吧。那我们的登山步道那边，等下就直接上去，这边去修一下。好，我们就这样之字形这样上去，这样上去，一直到炮台。OK， 剩下150公尺。的上坡就抵达了。好，那为什么要盖这个之字形路线呢？就是当时要运送这个俄罗斯大炮，可能那时候日俄战争缴获了这个大炮，就运来台湾这个大分这里哦，然后从上面这样之字形这样运上来会比较轻松一点。好，那我们终于抵达这个华巴诺炮台，入口处在前面这里。庐山真面目，哇，可以，给大家看，这个建筑物跟昨天那个太阳大师有的比哦，你看，哇，是不是？终于来了，来到华巴诺炮台，你看，那这边就有做一个建筑，哦，一个军事的建筑。那这边是住宅所，那是炮房。哇，那这个其实这个住宅所这边倒的蛮严重的，跟那个斜吊。那这边一个，我们来看一下炮台长什么样子。哇，可以耶！哇，还在呢，好大一个。俄罗斯字，这是炮房。看到，记得他们写俄文的，对吧？俄文。好，那我们现在抵达刚才这次行路线上来哦，抵达这个华巴诺炮台哦。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就是山村宿舍炮哦，就是当时那个日俄战争从日军那个俄军那边掳获过来的，然后再辗转来到这个地方这样。那这个地方除了这个山村宿舍炮，还有这个733炮，还有12母舅炮各一门哦。那主要就跟这个汤马斯这个住宅所来边做一个
个一南一北的防守，所以这个火力是非常强大的。那这个炮台你看还留着，炮管还留着哦，然后非常的酷，就在这个炮房里面这样。那来这个华巴诺炮台这边可能要走个1.5小时这样，然后爬升大概700多左右这样，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哦，俄军的这个火炮在这里。哦，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炮管啊，上面其实有刻一些文字。那这个是俄军的这个第二皇家的这个徽章哦，这边第二皇家的徽章，然后这个编号是1582，然后年份是1903年这样子，然后它的俄文是写波罗的海，哦，三寸速射炮，给大家再看一下。俄文，波罗的海，编号第二皇家，注册年份。哦，那我们就准备离开华巴诺啊、哦！希望你不要倒下来啊！那后面的观众可以来看一下这里。住宅所。好，那我们就进来住宅所。那这边就放东西。你看那木板，哇，酷哎！我来看一下，应该是这个置物架。然后最特别应该是这个栏杆哦。然后这边是睡觉的地方，然后拱门。然后其实都塌下来蛮多的，就比较可惜一点。这个蛮酷的。那这边还有一些木板的被挂在这边呢。哦，那这边还以前用一些铁锅跟一些瓷器，都还留着。哦，那这个华巴诺炮台啊，它的住宅所的门里看，有做这种造型的，蛮酷的。这个是不是 Hinoki 耶？这个是除了刚才那个门槛之外的，那这个是我觉得是特别的，应该是个阳台的概念哦。这个哦，然后这边是窗框哎，还是它是种东西，就这样子啊，窗框啊，然后种东西这样，然后那边那个窗户是圆的嘞，它做一个圆的造型，那个窗户做圆的造型那边，哎对，所以蛮酷的。好，那我们就离开华巴诺炮台了，希望它可以保存久一点，那让看过影片的朋友呢。能够来看到它真正的样貌、哦、那现在其实文化局来做修建呢、啊，有看到一些像是那个铁的那种梯子，啊，就期待他们可以好好的复建这个华巴诺炮台哦，真的蛮屌的，对。那盖这个炮台就是为了这个牵制这个震慑这个大分部落这个区块的一些主人呐、啊。那汤马斯是那个米亚桑那边那个。泰鲁纳斯那边那些族那个族那个族家族的部分，就来做这个火力的牵制这样。那这个三寸速射炮呢，就是保留到现在，你可以看得到哦。那如果想看这个俄军的火那个炮火，就可以来这边看。好，我们就离开了新马一族。我们这次4天半的那个巴登关古道的行程哦的密就是景点呢，我们都走完了，太棒了。那就剩下回程的路这样。那我们等下就先下溪沟，回去刚刚我们放重包的地方，等一下要爬800才会到这个鳌崖，才到这个多美丽的这个安部啊，才可以再绕下去，那就看一下吧。好，我们现在西床了，要不要快接近我们刚才的那个华巴诺的登山口、哦。那等一下我们在那边休息一下，吃个中餐，就准备攻这个多米利山这个安部哦，然后再下去接回这个巴登关古道。
好，那我们走了大概50分钟，就回到这个溪流旁边那放大炮、那大背包的地方这样。那这个华巴诺炮台，我就建议这个喜欢这个文化故事跟历史这个，可以去看一看哦。那就花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抵达这个华巴诺炮台哦。然后那个炮台蛮精致的，然后那个它的那个住在所的那个建筑的工法还是蛮特别的，这样就是一个门槛这样，还有那个什么窗台，就还蛮酷的这样。那我们那个这一集的华巴诺炮台到这边结束哦。那下一集呢，我就要拍从这边走回去到南岸的一个路程，但我不会拍得很详细，因为我之前就有拍过这个路程的一些住在所的那个历史介绍的。那我可能下一集就拍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看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一些地方可以做拍摄，介绍给大家这样，然后就完成这个整段的巴隆坡的一个远古线这样。好，这个巴隆坡的影片到这结束，大家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分享、开小铃铛，不要忘记继续收看下一集这个影片的节目哦。我们下个明天见，拜拜。